Hello，各位观众，大家好，我是 Jasper Su。当你们看到这一部影片的时候，这部影片是不是在首播啊？对，他的这部影片就是在首播。然后这个其实首播完之后，这部影片是可以开放留言的。然后如果我到50位订阅的时候呢，我就会。50订阅 Q&A，50订阅 Q&A，好吧。如果你们想要问我一些什么的问题，都可以在下方留言告诉我。但重点就是不能太这三个条件：色色，暴力，有看到血吗？腥，好。还有，如果你们想要问我一些比较隐私的问题，我一律否认，我只会跟你讲说我的身高，以体重我就不讲。对，我只会回答身高，只回答身高，其他一概不回答，一律不回答，好吧？好啦，这部影片呢，其实就是要来跟大家讲的，就是说。还没听我的第二首单曲的话，点这边资讯卡，资讯卡有显示哦，赶快去收听我的第二首单曲，好，第二首单曲，赶快去收听我的第二首单曲哦，我的第二首单曲《Different Song》。先点击这边的资讯卡，你就可以去看到了哦。好啦，如果我快到50位订阅了，所以我在50位订阅的时候，如果你们是有想要拍50订阅 Q&A，然后如果你们有什么问题想要问的，你可以在这部影片下方留言。拜托，我的那个简介那边有写说我的任务还没达成，拜托各位。观众就是按下那个订阅键，然后我达成这个目标，然后也可以让你们奖励，就是看到50订阅 Q&A 这部影片，我敢保证，我发誓，我50订阅的时候，我绝对会拍50订阅 Q&A，好吧？谢谢各位观众。好了，今天影片就是到这边，然后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记得帮我按赞、留言、订阅啊、加分享，对。然后，FB 跟 Instagram，对，好，这边记得多追踪一下哦。然后我是 Jasper 四五，如果你要订阅我的频道的话，你就按这边，这边。好，如果你想要看那个 Different Song 的话，你就点下方，点下方就可以喽。我是 Jasper Su，next video see，下一次影片见啦，拜拜。